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我回来了，我打开门。万万不敢相信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一什么风？一股风。啥？一股风。一股风。你哪儿来的？东北来的。这个三星对联，把说往左一点点贴贴，最后的小门大水平到两个天，还能说不上彩耶。爱上你呀，墨水火颠倒。哦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这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奶奶，你说西瓜和鸡蛋哪个先飞下去？你再看下去。不对啊，西瓜大，西瓜先飞下去啊！你奶奶啊！啊啊！还这么厉害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姐，帮我把钱捡起来吧！我自己不是留守啊，我有点发面，我还不方便呢。家里妹觉得我这样做对吗？觉得对的话给我点个小红心，点个小加号，好的一生平安。有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嗯啊啊啊啊啊啊啊，你看这上面这个字怎么读啊？我看一下。我吃牛糖。不对，牛吃火糖也不对。那该怎么读呢？你好好的想想嘛。嗯啊，亲亲的背，别笑。语言也下个不停，望着河伯的脚印，要崎岖啊。我老公回来了。啊，姐，你等会儿啊。几个意思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跑什么呀？你跑什么跑呀？哎呦我的妈！送礼送到小村外，要去花儿要不叫他。来，咱们两个人一起再吃吧，再吃完什么饭的？我吃完了。啊！你怎么吃这么快啊？这钱都是我的了。啊！你真厉害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I meet baby A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